你好，我们环球邮报的539会员们，我们的读者们、朋友们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人逢喜事精神爽，春风吹又生。在这个鸟语花香、春去夏来的时刻，恭喜各位，昨天我们两组牌全中，都是神明照顾啊，各位，你不要不相信天上有神哦，我验证了所有一切话啊，要不然那么多人跟谁马祖婆大甲镇南宫，是不是？各位，我们要相信神，心中有神，有拜有保佑，无拜无包庇啊，不要相信啊。昨天全车中1407，恭喜各位，我叫各位用熬的全中。第二组牌我叫各位啊，前三星两三星中020718，恭喜各位，大家高兴十分就好了。今天还要继续，为了继续中奖，今天请你先寄个600块子啊，我们要拜拜用的钱，各位千万要记住，要寄来哦，不寄来神明说停牌11天，我是听神明的话，我不是听你的话的哦。我以前2年前我都是如此做的哦，北方那个神明圣诞我们就要去拜拜的，也都是负600啊，吃红归吃红，神明圣诞归神明圣诞。各位，你是赌博的人，你会少这个600吗？会要你的命吗？288,0007,400，昨天1200赢了4000块，是不是两组牌就行11200块？你会少这个600吗？今天如果没有寄来，很抱歉，牌子不发啊，11次不发，神明交代。